这场比赛呢是换下了15号中后卫上新加坡的先发阵容，门将18号桑尼。张玉宁，对方迅速靠近又上手了，倒地。队长是左中卫，确实踢到了张玉宁。人员跑动起来，好球！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安排的话，应该安排应该是犯规啊，打身后。可惜呀，今天张琳芃没有首发，看怎么前插吧。吴磊没动，高准翼也没上来。来了，高准翼在身后传向前，二打一推过来，门前内侧有四个队友，这球传中，太打得太复杂。传中，王大雷没有，去找谁？张玉宁，我天哪，这个动作。这球砸，直接拿身体砸向张玉宁了。但这小子身体素质真不错，是真好。55个球，还是搓后点。绝对实力的头球摆渡。中国队呢还是瞄后点，后点呢蒋，哎，有这个蒋胜龙。是的，呀，再看一下啊，实际上没有碰到皮球啊，直接踢到了3号。高天翼这个上身体用得很好，哎，找马上找到了费南多，一对一面对对方的左边后卫，右脚传，向外旋，想冲顶，这是张玉宁，这种球会有机会，好的，小搓后点，头球，哇！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折射，有一个变线，有一个变线，有一个变线，高高跃起啊！托费南多，高天翼头球后蹭，张玉宁漂亮漂亮，吴磊单刀打门将拖了一下，有了有 了，漂亮！21分钟又是吴磊摆脱，然后出球，张玉宁的做球 C， 非常清楚，简单对吧？对，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。这个单刀球处理也不错，有一个挑射，张玉宁一塞，吴磊第一脚往前带，小搓，对，聪明。这个球让我想起啊，有一年的欧冠的决赛，国际米兰那个进球，就是球打起来，米利托头球一蹭，斯内德往前一顺，走，米利托再往前一走就进了啊，很简单。全是直线的，哎，全是直线的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。张玉宁应该更靠近中路，为头球摆渡。你老到左边去，你摆渡给谁呀？助理裁判吗？危险！什么原因啊？危险！什么球？怎么回事？这个球开玩笑呢？左边后卫，这球跟大雷开球，长传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李元一啊。不是跟李元一有什么关系呢？没跟住人吗？不，就是刘洋缺少观察，他一直在看自己的内侧，他不知道外侧还有对方一个球员。这个球其实李元一应该贴近的。没有那么多的什么什么环节。他有点类似于克罗斯在中圈开球以后，他往回带一步啊，然后旁边的队友回来参与防守，高天翼。小摩托启动，谢鹏飞身后，小摩托，小摩托，如果是对方横向转移啊，对方你看他们的转移，这边二打一了，刘洋不敢上号，注意三号的位置，直塞，漂亮，接边前腰，两个前锋在溜达，费南多在溜达，三个溜达的，溜达机，反击，吴磊直接找又来了，先给身体啊。他说吴磊这插得不错，两个人包夹，没有越位，没有越位，他可能还想挑，他挑歪了，看见没有，长传球，大雷的长传确实可以啊，是，现在就地压迫，哎，断球，谢鹏飞变，可以，右脚搓起来，头球漂亮，对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你把球打到身后，他追求你追他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，你在他身后他也不好处理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就一失误，背身拿球，背身拿球，哎，对，
我们老在对方后部的角球是往门前炸一下，哎呦，球啊推个直线，张玉宁转身左脚，再左脚右脚外脚背，对，这球也往中间顶，倒钩挑，啊，对方因为把角度都封住了，他那个时候就想大力了，挑，你看没有？如果能挑起来，哇，这是坐连呐，是。又交给谢鹏飞，远端有刘洋，可以，这边仨人三个和尚，哎呀，可惜一点的能力好像还真是啊，这个喂，回传出现失误，吊门没问题，王大雷在，就是球门区里一大批人啊，倒地，二号，苏兹利曼，好球，高天一往里贴，送给小摩托，变左脚，头球。没顶上，外围打，好，速度切，哎，还好，哎，没有门角球，门球可以，给身体，好的，要有人接啊，有人接啊，你看跟日本的模式很像，很像。哎，这儿还带球，还好有王大雷。这球分个边不好吗？对方就直接开大脚了。王大雷，王大雷，好球！大雷的名字，准确的长传，启动，好球啊！德布劳内的传球，左脚打，哎，张玉宁的射门打平。哦，这球灯塔，这个其实可以警告，兜的弧线可以，点球，点球，点球，左台，韦世豪拉着球衣，拉着高准翼球衣，拉的时间太长了，拉时间太长了，是吧？对。到落地了才松手，是，对，是这么来的。两场比赛，中国队都得到了点球。桑尼上一场比赛扑出一个点球，看看这一次，看费南多的，没问题。65分钟，费南多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，这是他第二场国家队的比赛。哦，还有劲儿。前手翻接后空翻，有劲儿。2-1，中国队再度领先，注意力不集中了，然后很快丢了一个球。后腿板上有自己的孩子，哎、小宝宝啊，靠体操动作是不是把最后的劲儿都给用完了？那半格用完了是吧？点球打得非常坚决，对，是吧？不服。对，对，队长哈伦还有中后卫17号。看啊，开球有什么毛病吗？哦，就这一块儿、这个动作跟上抢，这体能出现问题。他上一次是打了74分钟。你看，就直接找张玉宁，完了之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再过一个，是不是？其实就是太漏了，对，他没想到蒋光太冒了。吴磊的第一脚领球还是可以的，但是身体远射。蒋光太挡出来，瑞安左脚再传，有没有角球 ？C， 韦世豪，好球！哦，来了！哎呀，可惜，小摩托没有吹，哦，拉边仓促打一脚，哎呀，这个。哎呦，这个动作太鲁莽了！还好还好，这是他第一黄，红牌，啊，红牌，再看一下这个动作啊，就是他离球其实有点远，滑铲形成比较大、哎。他这个实话说呀，他是鞋钉踹的，你张林鹏那脚也应该，我觉得也是红牌啊。是，现在少两个人，张雨宁上去了。是，
但我觉得这时候伊万脑子得快一点，得转一下。对，决断得。威胁！我天哪！你素质真好。嗯。再看一下啊，传中。他突然间从这个盲区啊绕出来。我天哪，这个球，这球要吴磊没准进了。朱晨杰还是扛了他一下。嗯，朱晨杰那个，你带的艾克森仍然不敢上去。嗯。来换张玉宁。不该带。快了啊，你快了。嗯、是。实话讲，他不具备比赛状态。嗯，你看张玉宁，张玉宁一刀是跑起来呀，他跑不动了，他怎么跑？漂亮，漂亮，吴磊，吴磊，漂亮！最困难的时候有吴磊，冲刺。你看啊，张玉宁，高天意，高天意，他有一个冲刺，我觉得他身体真不错。啊、说兄弟们都跟不上，那我自己来了。啪，走，他打得好，他我衔接好，他打外脚背上，啪，哎，而且他打外脚背上，对。也就是那种啊，就有点小电梯吧。啊，打得好，行了。看球的旋转是外脚背，这个有点西范儿，有点西范儿，有点西范儿。你一说西班牙人，他想起来了，对吧？嗯、想起来了，他回到那个位置，他忽然间想起他那个光辉光辉岁月岁月了，是吧？一二三，嗯，两。那现在净胜球，嗯，咱们追回来两个，对吧？哇、哦，魏世豪觉得成熟了，嗯。这球其实是带球撞人，是吧？因为带球撞，但他对方的这个左腿踢韦世豪这一下也很明显。嗯，但是一个房地产中介，我说我们场上还有大学生呢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转移，漂亮，又是吴磊，来吧，单刀传，小伟，漂亮，第四个，九十分钟对手，吴磊。中国队是一个什么队呢？是一个、哦、这个是王上元的抢断，哎，是一个防守反击。然后张玉宁的转移，吴磊拿球，对方肯定第一时间防着他要打门。嗯，哎，就一脚传，一脚打，对，也可能不是很好的射门，但因为你抢时间了，对，按说这球是不是不是说有多么、嗯、多么好的一个射门，但对方反应不及啊，对，时间换空间，时间换机会。其实这左脚踢的不是说很。嗯，我天哪，门将也出来了，我天哪，你悬一点，嗯，真的，哎，他那个头球没进，